潘总，这可算是来了。哎呀，这花可都在这放一天了，你要是再不来拿，我们就下班了。这个花谁送的？好像有卡片。潘维宁，站总，站总好。 温特助，要不要我帮你把这花送上去呀？啊，不用，按原地址帮我送回去吧。天哪！嘿。 韩兄，我请你吧。离潘家那个小子远一点。 公司里没有规定，员工不能收花吧？可以啊，一会儿朱林路，一会儿是潘美女。看来我真的是低估了你的魅力。 管理学里面有一条叫做示范效应，下属会跟着上级有样学样。我想，对于合作方或者竞争方的人脉运用，在这一方面，战总应该比我还厉害吧？一句话什么意思？副总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战总个人都忘事。这个温暖，倒还是尽心尽责。 不过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这是我们两个联手安排的。靠！你是听到我跟一心说话了？有所谓吗？所以你是觉得我跟一心联起手来，把你给少了，你心里不爽？ 我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其他的你绿不能问，见不敢问。有这样的觉悟很好啊，特别好。喂，小暖，我好难受啊！你怎么了？姐，你在哪儿啊？